是，等等。什么事？师父，日本人找您。找我师父有什么事吗？好大师，片山太君听说您喜欢听戏，特别让我来请您。我跟日本人没往来，有什么事直说吧。有什么事我可不太清楚，皇军只是让我来请您看戏，请您务必赏光啊。这日本人听豫剧能听得懂河南话吗？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好大师，告辞。不送。哎，这小日本要请咱师傅看戏，不会是要咱师傅给他做东西吧？那是，咱师傅的手艺连日本人都佩服。嘿，咱师傅的手艺就是种种种什么？爹呀，哎，洪德，长葛的陈老爷啊，今天过六十大寿，准备了些礼物，在我屋里呢，你跑一趟给送过去吧。啊，哎，师傅，我没事，你去吧。好大师，请。队长，好大师来了。师父，座ってください。师父，请坐。师父，啊，师父，喝点水。师父，最喜欢看的花木兰呢。宋翻译，戏马上上场了，先把狗牵出去，免得吵。师父，徒弟也是没有办法呀，混碗饭吃啊。别叫我师父，你有一个日本爹，就别认我这个中国爷。唐华涛，你个孬种！孬种？太君，那个孬种的意思就是对你
忠诚的意思，忠诚的意思。也可以这么解释。伝えろ。始めよい。はい。开始。开始。快点，快点。はい。太君，让你回避。记着你小时候的样子，这一转眼，我的真儿就长成大姑娘了。娘把这个给你，保佑我真儿啊，一辈子平平安安的。嗯，娘，有你在，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师母，我过来拿礼物。洪德哥，洪德，东西都在这儿了。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我跟你师父的心思你应该也知道，不如择个吉日，把亲朋好友请来，把你们俩的婚事就给办了吧。啊，谢谢师母操心。那我这就去了。快去快回啊。哎，那我去了。花大师，这花木兰就是你们河南人吧？你们河南人真厉害，女的都会打仗。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弄不明白，你们的女人都上前线打仗了，那你们这些男人都在干什么？区区毛贼还不值得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动手。洪德哥，刚才我娘说的事儿你都听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就送到这儿吧，先回去吧。嗯，那你回来记得给我带个礼物啊。你想要什么礼物？就是那个小镜子呀。你这次一定要给我带回来啊。行。哎，等一下，头低下来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赶快走吧。行，你也回去吧。嗯。师父，师父，传家的宝贝，聂风儿将军尊前摔碎了。快，怎么样了？去，去把这儿交出来。出什么事了？
赶快去，赶快去，快快啊，去啊！大雄和姑姑当不干了，登坡。有没？花粉の選挙は緊張です。君の方は極光以前に中止しろ。一週間で到着しろ。我らの時間が足りない。途中の3日除いて4日間しかない。この4日間内で酒壺亭に入るんだ。はい。はい。太君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，太君。太君，我在郝家当过伙计，这个将军尊呐，我见过。这老家伙，我太了解他了。这将军尊呐，就跟他命根子似的，别人碰都不让碰，他不可能碎了。我估计啊，他轻易不会交出来。要是将军尊不在他的家里，我就要了你的命根子。嗨！回去。我说没有，你不相信吗？嗯，太君，饶命啊！太君，饶命啊！太君，
我没说过要你的命，我要的是你的命根子。太君，太君，不对呀、啊！我们在这待了半天，没见到他的女儿啊，还有那个伙计，还有洪德，是不是拿着将军尊跑了？嗯，对，一定是。何大使，他说的对吗？年轻人上哪儿去？我怎么知道？孩子们就要成亲了，大概是去布庄挑布料去了。哦，对呀，闺女跟我提起过，我当时没在意。告诉我，他们究竟是去哪间布庄挑布料了？也许是去了祥符布庄吧。嗯，不会吧？邓记布庄，他喜欢那儿的料子。邓记布庄的李老板最近刚刚娶了三姨太，想必这个时辰早已经关门歇息了呢。哦。国府跟燕四百个手术室，走，快进，走走，快走，快点。我得问你啊，郝家的人来过没有？啥？你买斗油？那你？那你？我得问你啊，郝家的姑娘，姑娘，你得明白？哦，姑娘。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姑娘是吧？姑娘是你去粮店啊？俺这是买布嘞。八哥，侯家的人来过没有？啥？你找姓刘？买粮食这家姓刘，俺姓邓。八哥，你给我。呸！那奶奶嘞？你以为我听不懂？我告诉你。我听懂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小日本，你个鳖孙！報告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嗯，行け。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。何大使，请你告诉我，他们究竟去了哪里？是不是带着将军尊跑了？外面站这么久了，你冷了吧？我去给你拿件衣服去。春天都到了，是啊，天气怎么还这么冷？
王梅珍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洪德哥，我们都走了一夜了，也不知道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了。洪德哥，师父把将军尊给我们，让我们来找你，还嘱咐我们千万别回去。铁春，哎，洪德哥，梅珍，小宝，哎，洪德哥，这大老远的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梅珍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小宝，就按刚才咱们在路上说好的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洪德哥，听话。新春，哎，照顾好梅珍。洪德哥，这出啥事儿了？等我回来再跟你说吧。哦、小宝，走。哎，梅珍，咱进屋说。来，走，来，走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洪德哥，小心！洪德와니길래지금와도싶어彼らは逃げられない。物は彼ら手の上にある。ハダーシュは尊敬に熱する人だ。手合いしろ。家族を手厚く埋葬しろ。手厚く。そうだ。手厚く。はい。
洪德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刚刚在街上看到日本人正在给师父师母送葬呢。啊？他们把我爹娘葬哪儿了？你快说呀！梅珍，你别急，好像是往后山山坳去了。洪德哥，我要去。你去哪儿啊？日本人正在给师父师母送葬呢。洪德哥，这肯定是个圈套，也没准日本人良心发现，做做善事呢。日本人会良心发现？不可能，说什么我也不信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不管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去。娘把这个给你，保佑我真儿啊，一辈子平平安安的。真儿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千万不要回来。走！快走！不，走！不，走！
给你换一道。陈正义，你跟。太君。恭喜太君，贺喜太君，终于啊得到了将军尊呐！这开片的声音真好，不愧是上等的钧瓷。真是极品，这器型，这釉色，尤其是这开片，真是绝世无双啊！太君，这郝大师已经死了，你想把钧瓷弄到日本烧，这没有配方可是不行啊。配方？对，配方。唐僧，您有什么高见？我会有什么高见呢？你们中国有个传统，传男不传女。对对对。如果这家里面没有男的，啊，会不会高？实在是高啊，太君！哎呀，你真是个中国通啊，你！太君慢走，太君慢走！哎呀，你太聪明了，太君，这里都能想到。哎呦，真是！红豆，哎，红豆兄弟，红豆兄弟，红豆，红豆，唐华涛，你，红豆，你打死我吧，你打死我吧，我对不起师父吧，红豆，你打死我吧。皇德，这小日本他妈的不是人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他逼着我去找师傅把将军尊给交出来，你看小日本给我打的，你看我比你还黑小日本啊，我恨不得把他小日本全部给杀了，都不解我心头之恨呢。兄弟，这话又说回来，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，你不为你想，你也得为梅珍想想啊。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我跟你师父的心思你应该也知道，不如择个吉日把亲朋好友请来，把你们俩的婚事就给办了吧。啊，谢谢师母操心。兄弟，我今天来呀，就是豁出性命也得把你给救出去呀。啊，天快亮了，咱们走吧，兄弟。啊，我带个刀子呢。兄弟，他睡着了。
快走啊！我他妈真聪明。梅臣，梅臣，梅臣，もうすぐ北上するんだ。残された時間が多くないんだ。頼むよ。片山さん、サケツボが手に入ったのに、なぜ調和室所を欲しいなのか。私は無心だ。この技術は、こんなに失わない。伝承されていかないと。でも、品ではな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
洪德哥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到底在哪里呀？你是谁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啊，谢谢你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？我……哎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怎么一个人？日本人一把火把村子烧了个精光，我侥幸活下来，现在无家可归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走？我现在这种情况，我怕连累了你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灵，就是那种会唱歌的鸟。刀哥，你能带着我吗？这我……大哥，你家里还剩什么人啊？其实我也和你一样，家里的人都被日本人杀光了，只剩下我和小师妹。你歇会儿，我去找点水。嗯，そう、こんな犬しか。そうだ。よし、ハクハク。ほら、急がん。くそ。
这帮可恨的日本人连小狗都不放过，让我碰上见一个杀一个。洪德哥，梅珍。这位姑娘是？她叫白灵。你就是小师妹吧？是我救了洪德哥。梅珍，还是先进去再说吧。我们进去吧。我自己能行。洪德哥，我帮你把伤口清。我其实有什么想说的，等你伤好了再说吧。很疼吧？我想告诉你，我自己来吧。给你上药呢。对不起，把你弄疼了吧？你不应该躲我的。我梅珍，洪德哥，我来给你送药。我先去把衣服洗了。喝药。我的手伤了，喝不了。来。你不是说你手伤了吗？你也笑一个。你笑笑吗？好，那你答应我，不许再理那个女人了。我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洪德哥的衣服我来洗，那我就去做饭吧。在哪儿呢？
在这儿呢，命都找不着，还做饭呢。配方肯定被这丫头藏在了什么地方。哎，你去生火吧，还是我来做吧。啊，洪德哥的饭以后都由我来做。我来做吧，你去生火。我做，我来做。你赶紧去生火行不行啊？我来做。梅珍，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去把菜洗洗。梅珍啊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以后别这样了。这个白灵的出现，真叫人感到奇怪。这兵荒马乱的，你怎么一个人？日本人一把火把村子烧了个精光，我侥幸活下来。你能带着我吗？我来做吧，你去生火。我做。我来做。你让我做。我来做。不行，我要注意他的行动。君の任務は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の。尽力しました。もうあまり時間が多くない。片山隊長の命令。調和静を取った後、早く合流しろ。はい。你是日本人？是，我是日本人，我是被派到。你们安心的去吧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。快走！
我らが次々に暗殺され、これは帝国の恥だ。命令、城をすべて捜査しても犯人を探し出せ。はい。早く早くしろ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先别说了，快走吧。梅珍，梅珍，洪德哥，洪德哥，梅珍，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别去！哎呀，走，走，走，还笑？哎，梅珍，你。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站住！看你们在跑。洪德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是出了事儿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在师父坟前发过誓，我曾经说过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现在我也正在这么做。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。洪德哥都来了，小宝，你再去找一些愿意跟着咱们干的，不强求。知道了，洪德哥。青春，哎，前两天让你弄的东西弄到了没有？弄到了。是时候了。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可开心了。哟，那您就回去吧。慢走啊！走，你给我跪下，跪下！我杀了你！
唐华涛，师父待你不薄，你竟然敢出卖师父，该死！我该死，我该死！日本人派你来偷烧钧瓷的秘方。唐华涛，看在你今天要死的份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郝家从来没有秘方。师父生前说过，烧钧瓷靠的是技艺和深厚的瓷土，你一直不信，直到今天你还是不信。洪大哥，甭跟他废话，杀了这个狗东西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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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慢！洪德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！我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人那把你救出来，要不你能活到今天吗？你还拧呢你！洪德哥，你别信他，他是为了得到秘方才故意放你的。杀了他！对，杀了他！兄弟们，这次一定要杀了他！停！杀了我！你给我跪下！给你！谁敢杀了我？啊！日本人是我爹，杀了我，日本人饶不了你们，我也不会饶了他们。我，咱们赌一把吧。赌？赌什么赌？怎么赌？怎么赌？让不让洪德给日本人捎个信，把我绑在窑口上，日本人如果不来救我的话，吊死我拉倒。新春小宝，哎，吊起来。好，哎，走走，洪德，走，洪德哥，快走吧你。你怎么能放了他呢？洪德，洪德，我说着玩儿的。嘿，欧哥哥，是一伙子的。藤花套のやつは自然に死んでどけ。大家吃点吧，吃饱了明天才有精神打小日本。
尊还给我们。你们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抢到的，就是谁的。抢？我今天不但让你抢不到，还要把你变成肥料。Thank you.
见到你的师父了。不杀了你，夺回尊，我怎么有脸去见师父？太可惜了，你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尊，现在是我的。尊，是我们中国人的，就算是死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带走。啊！师父，尊。